哎呀，谁？孩子不接了，怎么干啥了？不是你咋在这儿呢？孩子，咱舅妈家孩子，咱舅不接你吗？你儿子，儿子不要了。谁儿？我要杀人了，你走不走？不是你要疯？不是你干啥呀你啊？你想干啥你？喊啥呀？你干啥不喊呢？你这阴魂不散呢你啊？我甩不掉你了。你是我们没对你发脾气啊你啊？你发一个。我告诉你，我忍耐是有限度的啊！你不要这么逼我，不依不饶，听见没见？我跟你说，我生气，我连我自己都害怕，你听见没有？生气，我还真怕你生气。你生气得了吧，你怕我得了吧？我又不怕生气。那你啥意思啊？亲爱的，过来。不是你。不好了。招人啊你？谁呀、啊？提醒一下，保时捷。你啥意思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小哥行善吗？忘了我了，行哥。不是你，咋来了、啊？找你来的呀。我找他们，不愿意找你。你俩咋凑一块儿呢？不是为了找你，我俩怎么？不是妹妹，有点懵。不是，我就问你，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都不回我？你干什么去了？是这样，就是我看见了你打电话，对吧？你接微信。我那时候这几天特别忙，我前几天刚飞广州了，然后又到杭州，就一直看。干啥你？你啥时候飞的广州啊？你前两天不跟我喝酒来着吗？不是你嘴咋那么多呢？那么欠你啊？我真特别忙呗。不是你总骗我，有意思吗？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。不想跟我，你听我，不是不想回你，真的不是不想回你。不是你怎么也来？你跟，不你咋跟他们混在一起啊？你啊？我跟你说了，活埋爱情群，我高中同学。挺长时间不联系，特意找的。让我来。不，你别这样行吗？天地良心的，我是搭讪他吗？不可能吧？是不是你受伤的时候，我带你走出困境的？啊？是不是？我还带你去那个生命之环玩，对吧？有没有？生命之环。哎呀，你好意思说这话？你别笑好不好？你听我说，我真不是搭讪他呀。你不是搭讪他？我哪搭讪他了？你说我哪搭讪他了？我是帮助他。人家下不来了，然后你还要让人请你吃饭，你才扶他下来，不用这样的吗？那我最后是不是帮助你了吧？对吧？你染头了？染头跟你有啥关系？那行吧，那你们仨聚一起也挺不容易的，行吧？我那边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上哪呢？哎，干啥？干啥呢？你上哪班了？干啥？你干？说走就走？你腿那么老？今天走。我叫了啊，我喊了。你叫吧，你谁丢人？我看啥了？哎，你们咋回事？你们金蝉脱壳。你给我松开！走！你给我松开！快点的！不是大姐，你咋来呢？啊，大姐，孩子不接了，搁这干啥呢？